今天要泡的是日月潭的野生红茶。那第一步，我们先温壶温杯。下它受热之后的香气，花果香、蜜香非常的浓郁。之后把温杯的水倒掉。之后注水。蜜香、果香非常的浓郁，静置大概20到30秒就可以了。好，煮汤。完成第一泡。